祝福您。郭 Sir， 祝无快哦，最近甘好？祝福您，你今仔打电话来，讲是因为恁盛发集团申请建材的代志。我就是介意你讲话这么直接，那安尼我就卖啰嗦啊。三方合作案对阮盛发真正足重要诶。建管处爱阮补资料，为着补较齐全。啊，不过公文往来的时间哦，拖淡薄仔久啦。看是毋是来当约一个所在见一下面，然后参详看卖是毋是会当有较紧的方式。真歹势啦，阮政府人员哦，无方便私底下甲厂商见面。这点你放心，我一定约一个真秘密的所在，咱两个当面讲好清楚。郭 Sir， 你有啥物需求，阮盛发一脸挽救。这三方合作若是成功，你得上欢喜的，因为面子、里子拢为人是你。好，我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，我再跟你联络。丁伟，这一听就知影孙立方哦，是要来乌西，你要发牢。周胜强，你敢知影恁某偷偷咧做黑手？歹路唔通行，啊若无拄着鬼就唔好啊呢。总裁，你爱我动盛发集团，是安怎？怪我甲周夫人见面啦。丁伟，我哪有叫你去动盛发集团啊？周家甲我以后是亲家呢。盛发集团那是有麻烦啊，我头壳有那冒咧烧啊！我之前叫你去关照，是爱你真正关心甲照顾啊！你误会我意思啦。是安尼哦，哦，哎，伟弟啊，长的，你着做你去甲孙立宏计较不要紧啊，只要会记一个重点，就是爱有盛发集团方便做代志，安尼了解无？哦，了解，了解。好啦。我甲你去要讲的代志讲完啊，长会当去无用你的代志。啊好，那呢我是来无用啊。总裁，你是叫我一只看无呢？那呢这违约金恁都收我啊？看伊讲，看伊讲啊。你叫你讲啊，你就等你看伊就好啊。郭 Sir， 你安尼是坐地起价呢？这是三方的合作案啦，规模跟较早是无同款的。这是行情，我无可能乌白花。假使周夫人你若是无得接受，就公事公办啦。我接受，迄个我都已经答应啊。那恁以后处理代志，是不是能够较方便啊？多谢周夫人哦。我就先来等伊，等周夫人准备好势，我就随进行后一步。没问题，等我消息。大嫂啊，啊恁拄则在讲啥？我哪会拢听无啊？啊，这个故事哪安尼就走啊？代志敢有解决？你真正看袂出来？阮拄则伫咧化解啊！化解？哦，恁拄则一个边呢，啊一个边呢，是咧化解哦。哎呦，我了准讲你是咧耍剪刀石头布啦！哎，拄则都是咧官商勾结哦。唔是是官商合作。哇，安尼一条建桥都要五十万。哇，五百。五百万？嗯。伊哪要去抢啦？你较细声的啦，家人唔知哦。唔是啦，大嫂啊，化解唔是像你安尼啦。你以后若是袂晓抬价哦，你就叫我来。好，抬价这个代志吼，我外敖的咧，啊，看要安怎比我拢会晓哦。OK 啦，好啦，今晚要计较这种小数无？唔，那是计较。
抓来工程，我爱看伊明显。假使讲商城能当顺利完成，这个500万就是真小真小的数目啊。哦，好啦，代志解决啦，会当林嘉宾看婚纱。好。天哦，迄新娘衫、新郎衫拢足水的，你看。来下！哇，这开球不落级的咧，唔当的，高总裁，哇，你头发大安尼，等来台湾也拢无甲我通知，拄等来无偌久啦。欸，是讲唔当的，你是食什么神丹？啊，规个气色看起来这尼啊好，比你的影片内面哦，看起来佫加较少年呢。总裁啊，看我的影片哦 ，IG 啊 ，YouTube 啊，我是黄董，订阅就懂。原本我佮你想讲哦，啊，我这兄弟啊，头壳唔知你想啥，好好的生意人唔做啊，走去佮人做网红，结果我一个看落，哇，不得了呢！你全世界安尼拍拍照啦，啊，吃喝玩乐。甲明星哦去拍广告，你想我过啊足精彩呢？其实啦，我拍影片想要甲大家分享，成功并无困难，我捌失败过，即摆重新爬起来，我做会到，我相信大家嘛拢做会到。你伫影片内面啊，迄态度真辛苦，若呈出一款炫富的啊，迄人袂爱看。啊，不过你袂歹啊，你把观众哦当作是朋友咧看待，这点我真欣赏。所以你好好做，我相信你的订阅人数一定会愈来愈多。多谢总裁的金口啊！总裁拍摄，因为我这头家还够有用，要来开箱哦，伊国外新开球场的影片，我就先无甲你讲。林刚，我一定传灯啊，澎湃青草的，咱兄弟啊，到时好好来讲一下，不醉不归哦。无问题啦。欸，是讲你爱记哦，你爱订上好只一间啊。一定一定。包在我身上，哎，总裁，你先无用，我先来。哦。总裁，贵人请来。总裁，孙雷红找你见面啊，啊，结果讲安那？一张见着一角。介绍袂歹嘛，那呢刷落来，要哪做请总裁指示。原则上就是我盛发集团方便做代志，啊刷来，你的工作我袂过嘛。是讲你这么辛苦啊，有人找你斗三工，啊想要好好给你答谢，这嘛是合情合理。那呢，我了解。会记哦。唔通有人知影，我甲你往来啊！啊，若无孙丽红，伊认为讲你双平拢出手，会感觉你这行伤小贪，袂相信，伊就袂找你斗三工啊！盛发集团这条线顾好，你就食甲鼓鼓腾腾哦！多谢总裁提醒。总算醒过来啊！阿妈的宝贝，你受苦啊吼！阿妈不甘啦，阿爸出出力力爱较细腻的，注意安全。阿妈你放心，我以后有护花使者。啊？护花使者？阿妈，我要跟冠杰结婚啊！哦，你要结婚啊？对阿妈，冠杰已经向珍妮求婚啊，等珍妮完全好完，咱就要开始筹备婚礼哦。头家妈，你会记得不？迄冠杰阿哥珍妮细汉时阵哦，咱毋是常常伫咧讲，等这两个囡仔大汉了，爱甲因杀作对啊。起码咱总算会当变作一家人啊啦。对对对，啊，是为靠我那一精神，都听到珍妮好的消息。珍妮呀，冠杰啦。阿妈恭喜您吼！妈，我来替你介绍，
这个是阿曼达，是我上好的姊妹阿婆。大家妈你好。哦，阿曼达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妈，这个Jenny给人绑票的代志，阿曼达跟伊翁婿斗三工足济。哦，真多谢你，阿曼达。就是你结婚真理哦，老爹妈，别安尼讲啊，我无做啥物，那是真理的好气。而且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免打。你是想要讲以后吼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，亲家妈免客气啊啦，对不？亲家妈，妈 ，Andy 要跟 Amanda 查某囝艾伦结婚啊？啊 ，Andy 也要娶新妇啊？啊！我安尼目一年困一下，啊，就随便有孙仔婿、孙媳妇啊！阿妈，安尼双喜临门是足好诶！啊，是。妈，这你跟安迪是咧讲婚事无唔对啦，要不最后决定嘛是要看伊家己。头家妈，我找一天带艾伦来给你看。呵呵，是讲信用啊？啊，珍妮跟安迪是安怎啊？这么紧就决定要结婚哈？啊，是有啥物特别的原因？阿妈，当然是生死关头走一抓了后，关节才发现伊袂当无挂。妈，那真正要讲起原因，主要是为着要替你冲喜，是为着我。阿妈，你即马只要好好休养身体。到时阵健健康康来参加阮的婚礼就好啊。信强啊，你敢若无啥欢喜着？无啊，我真好啊。你免有骂我，我看会出来。你是毋是对珍妮甲安迪的婚事有啥物顾虑啊？我无顾虑啦，只是珍妮欢欢喜喜要办婚事。杨伯刚休假，找我跟小春，是心软了。唉，妈是知影你对你的兄弟进退一直真袂得过，不过感情的代志，那是要靠缘分的，别人嘛无法度插手啊。搁再讲，咱嘛是会当想别的方法来弥补，譬如因结婚的干事。杨伯刚休假，一直记住我甲斗啥讲。徛在你的立场，有影是足解救。也毋过，若是徛在我的立场，都无共款啦。因为碧玉对我一直真好，也真尊重我。不如对我家来想办法好啦。妈，你讲有道理呢，那你麻烦你啊。是讲啊，珍妮甲安迪拢要结婚啊，啊，你这个做爸爸呢？我，对吼嘛，对你二十几年啊，但只有到今仔日，伊嘛是有一半的功劳啊。弟啊，爱好好考虑一下，唔通轻轻彩彩就离婚啊。无你到即摆即关也过去啊，你甲丽红。后摆就幸福顺利啊！啊，我知啦。你即马先卖操烦这，好好调养你的身体。我家己的婚姻，我家己处理好不好？